大概看一下第二点，贴近台北出租。我今年28岁，事业心很强，为了生活，我很努力工作。好久没跟妈妈好好聊天了，不知道她刚刚找我做什么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刚真的太忙了，没有空接到你的电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了，妈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哦。什么礼物？神神秘秘的，又让你破费啦！这个女儿好贴心啊。别让岁月在你脸上留下任何痕迹，远离医美，让你找回年轻岁月。